我猪爸爸上了一天班好累呀，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。我猪妈妈干了一天的家务也好累呀，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。爸爸妈妈每天好辛苦呀，我乔治要学着懂事一点，我现在就去给爸爸妈妈接水喝。这里有好多水呀，先给爸爸接一杯，再给妈妈接一杯。爸爸妈妈快起来喝水。乔治真棒呀，我猪爸爸先喝，咕嘟咕嘟咕嘟。诶，这水的味道怎么怪怪的呀？乔治可真棒呀，我猪妈妈也要喝，咕嘟咕嘟咕嘟。诶，这水怎么有股臭袜子味儿？爸爸妈妈别喝别喝啊，看来我来晚了，怎么都喝光了呀？刚才乔治是在洗衣机里给你们接的水。什么？居然是洗衣机里的水？我说怎么这么难喝呢？哎呀，洗衣机里是我刚才洗臭袜子的水，我说。